Hello， 大家好，芝拉哥嘅弟兄姊妹啦，同埋世界各地嘅網友咧，都歡迎你哋參加成為教會嘅主日崇拜。話咁快咧，已經九月第二個禮拜啦。上個禮拜大家有冇睇我哋靈修嘅文章呢？知唔知道個主題係乜嘢呢？回家啦，就係咁咧。即係家係邊個家咧？係咪即係家有好多定義啦，係咪可以你係每日翻屋企住緊嘅屋企啦？你爸爸媽媽嘅屋企啦，或者可能你出生成長嘅地方啦，都係你嘅家，係咪？咁我哋靈修主題呢個家係講咩家咧？就係神嘅家。咁聖經好清楚同我哋講，人咧因為罪離開咗神嘅家。咁所以咧，我哋咧人生面對住罪帶嚟嘅艱辛、痛苦同埋破碎啦。但作為上帝嘅兒女咧，即使外面風吹雨打嘅時候咧嘅日子咧，都會經歷神上帝喺耶穌基督裏面與我哋同在嘅。而當人生咧喺個裏頭走到盡頭嘅時候咧，上帝都歡迎咧去我哋翻去佢嘅屋企。永有一個永恆再冇艱難痛苦同埋破碎嘅屋企。而今個月嘅靈修就係探究聖經中關於屋企嘅經文啦，嚟反思呢啲事情嘅。如果大家咧睇咗啦，有感動啦，同埋得到鼓勵嘅，都歡迎你哋去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上個禮拜咧 ，Brenda 已經報告咗啦，一年一度嘅芝加哥短宣中心舉行的耶穌愛之城的活動即將開始，就是由9月13日至9月17日舉行的。如果你想報名但是還未報名的話，就不要等了，你快點去找我們宣教部的部長 Ronald。 還有值得一提，在9月15日星期五的日頭呢，耶穌愛之城的宣教隊就會出動去探訪一些弟兄姊妹的家人和親朋戚友的去分享福音。如果你想短宣隊去探訪你的家人和親友，跟他們分享福音的話，都是快點去找 Ronald 聯絡。還未說完的就是活動咧，仲係九月十五號咧，仲有一個電影分享晚會啦，就喺夜晚7點舉行嘅，就喺 UV 度咧就會播放《愛 Plan B》依部電影嘅。而咧今次咧依套戲嘅男主角黃智賢咧都會親自咧同你講幾句話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Ben 黃智賢，由我同江美儀主演嘅《愛 Plan B》福音電影。將會在9月15日晚上的7點在芝加哥的城會城區教會播出。我在這裡呼籲大家邀請身邊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來看這套這麼有意義的電影《愛 Plan B》。願主祝福大家。 Thank you。 好了，記得你們來看和邀請你們的親朋戚友來看吧。咁神嘅心意咧，就係將福音咧去傳遍近同埋遠啦，喺破碎人間咧建立神嘅天國，祝福世人。願我哋已經蒙受祝福嘅我哋咧，都同心獻上我哋嘅金錢去回應神對我哋嘅愛，同埋一齊建立神嘅天國。無論咧你喺現場或者網上嘅奉獻都唔緊要噶，最緊要就係要行動。中文崇拜完咗之後咧，11點20分咧，馬上咧就有歡樂組合啦，就喺106室同埋 Zoom 咧同步舉行嘅。而11點半咧就有英文崇拜啦。今日講完咧就係青年傳道 Caleb 嘅，而中文講到嘅講完咧就係黎先傳道。而家時間交俾佢。